除了想獨一無二，新人可能都會對這一張用了超過15000粒閃石砌成的婚紗照感到興趣。張相不止閃那麼簡單，走埋啲睇，原來另有玄機。這些冰冰呢，其實只是用了五隻顏色，就是紅、藍、黃、黑、白這樣的。其實紅、藍、黃呢，是在即油顏，在一個繪畫世界、藝術世界裏面呢，這三隻叫做三原色。咁咩叫三原色呢？就係依三隻顏色咧，就可以溝曬所有顏色出嚟噶。近睇紅同黃咧，就係一粒一粒啦。但係遠睇嘅時候咧，紅同黃撈埋咗嘅時候咧，眼就產生錯覺，變成一種肉色啦。咁所以其實依度實際上係冇用到肉色嘅，但係當依啲唔同嘅顏色組合埋一齊嘅時候咧，遠睇咧就會變成一個肉色嘅地方咯。咁呢個都係個趣味所在咯。近睇同埋遠睇會有唔同嘅感覺嘅。負責人阿石表示，沒投放一大筆的金錢去開鋪，暫時主要透過網上的平台去招攬生意。成本較高的閃石都有幾種可以給客人選擇，他亦都會小心控制閃石的存貨量。新人除了可以自己訂造閃石婚紗相之外，亦有很多客人會同阿石購買底圖和閃石，親自砌一幅婚紗相給新人，給新人一個窩心的驚喜。開心嘅，因為佢哋即係始終呢樣嘢比較新啦，同埋見到自己嘅樣子變成閃靈靈啦，咁我諗幾驚喜嘅。對一個新即係結婚嘅新人嚟講，尤其是女士，好多女士都好中意冰冰，即係黐曬手指甲啊。咁見到自己一個婚紗相靜靜雞俾人偷咗落嚟，點做咗一幅咁嘅嘢，係好有驚喜咯。阿石話：一般嘅新手需要大約3個星期嘅時間去完成一幅作品，有啲客人仲會攞佢哋父母60、70年代嘅結婚相去進行製作。用一個新穎的方式去表達一些懷舊的相片，感覺都挺有趣。